记忆最大的区别就是电影肯定是假的，那记忆分不出真假，它随时浮现在眼前。如果是一个侦探的话，会如何询问一个陌生女人？我记着安念，她就失踪了。那边你查查过雅典，你最好离她远一点。以为故事到这点就结束了，没想到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虽然只有一半。